因为时间关系的哈，那今天才是很感谢徐老师、徐教授给我这个，我认为应该是很满意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，但是我在最后还是有几点要帮忙澄清一下，因为好像我不需要成为帮凶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以昨天我们的主政小组为例哈，某一个县市政府的，他本来就一定要过。那我们退回去去协议架构，因为我们认为在协议架构没有落实很好，所以昨天以那个个案来讲，你谈了两个半小时到三小时，所以外面所谈的说一个个案什么几分钟，其实就是对政府是不公平的。哦，昨天还有一个自来水厂的，我们后来真的是把它退回去，光是剩下二十坪，剩下二十坪，其他已经被谈好了，剩下二十坪就是要征收。我们反过来逆向思考，说剩下二十坪，你反而更应该要去跟他好好谈，哦，所以也把他退回去。那个是花了差不多四十分钟，哦，因为那个比较单纯。那我不好意思讲那个个案。那另外我再澄清一下，就是因为礼拜一跟礼拜二我都在谈工程嘛。事实上这一次我也看到桃园县的应该有一点用心，哦，大埔，我真的是以前总统就让他昨日死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他死。我是说，一直谈大埔不是不好，要汲取教训。但是你一直谈大埔，我买款货了啊！所以我以航空城为例，因为不是说林局长在旁边我就帮他讲话了，也没有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希望说，今天如果二十个县市局处长都到了，或者说至少我知道有可能是承办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县市没来，这个我很忌讳的。他都到现在还真的不敢没有来，我这真的是担心多少条啊，这心态还有问题。也就是以桃园航空城来讲，那一天真的是你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要开公听会，然后一个挂号啊，下面一堆人嘛，在大礼堂里面一堆人啊，几百人，我搞不清楚，就有点要乱啊，外面一直乱啊，已经要冲进来了。哎，我们就建议了，那何老师也很不错哦，就成大的一个何教授，他也可以接受，所以我后来整个公听会是挪到大礼堂。啊，还好刚好有大礼堂哦，按照我一刚忙才来安装。但是有时候以桃园航空城来讲哦，因为它征收的真的是比较多，所以我们疑虑会很大。但是反过来又逆向思考，它一万多人，一万多户，好像那一天来意义的，好像跟一千多人的意义的，好像也不能抹煞桃园地震单位的一个讲功劳或努力吧。好，我是用比例原则来看他啦，所以有时候用平衡来看他，我不是讲不好的哈，老师，我们还是继续盯住，你放心哈，放心，因为航空城真的是很大的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以回到地震单位来讲，其实咱地震哦是有够衰啦，那是上后壁的，上后壁的，啊在福建的，是第一线，啊老百姓蛋都烂啦，啊叫顶头出一个锤啦，啊都市计划给你绑架，对不？啊，然后呢，叫我们一定要去做了。所以我真的要，因为大家都地震人哦，我也不是说故意帮我们地震人讲话，那些也叫痛苦。但是也因为人很痛苦，所以我也希望说有适度的声音。所以有时候像徐老师这样子，我觉得不是坏耶，他把问题找出来，那不是地震人永远要背黑锅啊？你做后是应该的，做不后你都有问题哦，你为什么不更努力？一共办了一百多场，哦，我看到还有人在抗争啊！你的一百多场完全死定了，你会被抹杀掉。这种地震真的很可怜。那反过来就是，像这种类似的这种，应该是除了地震能沟通以外，应该对外面也要开始沟通了，干不掉。尤其现在是公开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团结？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是一句话，刚刚林老师讲的，希望讲安装来开关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毁掉哦？我是稍微不同意见哈，那废掉好像对现实的政府，刚刚我现在扣零了，尤其连环影一边大家会给，我用现实面来讲，但是真的去认真很有问题，我们是要承认，但是是不是承认到把它废掉，因为可能做不到，啊，怎么做不到？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跟你谈哈。那以这个是我对地震的看法，但对征收来讲，我就要给各位可能在座有地震同仁或我们地震的。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哈，征收一定是最不得已、最后无法得的手段，你绝对不能轻易拿出来用。为什么不刚刚讲重化？为什么不去联合开发？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替代方案？真的都没有吗？为什么不先建后拆？
安置计划真的安置吗？安置要安置到让人家你刚刚讲的不要有躁郁，不要有忧郁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说，站在整个征收里面，就是某些这个细微末梢那个必要性出问题了，不能一直谈公共利益，但公共利益还有解读的问题。那个必要性我就一直认为很有问题，你这个必要真的是必要吗？刚刚那张耀煌的还跟人家答应了，还后来还这样子，真的很不应该，还造成人家自杀。啊，当然我会讲说人家自杀跟这个不一定有关，但我认为是有关的。一个人的躁郁吼，是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发生的，你那么将心比心嘛。但不是说我们地震同仁不好，因为我站在 小组委员的，我个人又认为责无旁贷，所以这几天都一直在处理这些事情。但我们能力有限的，但是像徐老师这样子，徐老师你就尽管冲，尽管冲，这对地震不是坏啊。你没有这种声音，他妈电扛吗？扛！你在办公忙没？就是上面一直压下来嘛。那我看到我的长官，他们也真的想做事嘛，但是上面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嘛。这种能力所不及，又没人帮忙讲话嘛。所以你就是我们的管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地震人应该感谢徐老师才对啊。啊，老婆，你就管我一直走，你管我去骂，你管我背黑锅，这个社会就把你骂死啊！人都得一说，像昨天我两年前在现场。我就觉得几个老师吼，去用臭干胶，伊都袂爽的。老师，啊，有影啦，阮去做那个小组吼，啊，他们是都记神署，都记在神义。啊，我们土侦小组是现在很不错，所以我一直认为说，内部也有在做事，至少把土侦小组，你去看嘛，你在做什么代志？不行就要干掉的。所以老师，我们去练习。我现在召集人，但是我是练习。然后我们练习，我就感觉你在干胶哎，啊，几个老师就会。怎么跳起来了？我可能听久啊，我是业界嘛，我听习惯啦。啊，无你安怎？感觉这个动作讲无语就好啊。所以我无感觉啦。但是真的，你没有去面对吼，还真会受不了哎。所以结论，我肯定我们地震同仁的辛劳，但是大家还要继续努力。你被骂，无你安怎？像我被骂，我昨天被多么爽啊！啊，你在地震单位嘛。但是缓过来，是不是借力使力，请徐老师你就继续走应该要争取人民权利的路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做征收一定要把它放在最后面，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？有没有？没有你也要告诉我的小组，要不然以后我很怕的一个事情会发生哦。万一，因为现在已经到某一个地步哦，万一哪一个法院把哪一个征收案把它撤销掉，我举例哦，万一大埔把它撤销掉，你看天大地大会，也会，我不知道哦。现在法官独立审判也可能有可能嘛。万一把苗栗的整个撤销，哦，会天大地大，也会。你继续努力，我讲真的，真的嘛，哪有天赐良机？我是骂特定人的，我没有骂地震人民的。苗栗有来的，你辛苦了。我讲实在话，我是骂那个讲天赐良机的烂人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乱七八糟，这个不应该，我都认为不应该，所以造成这种真的很不应该。好了，我话也不能太多，我因为我今天是主席，你知道吗？回来他随时，但是我们继续努力，大家共同找出一个平衡点，造出一个对人民最有效、对政府的建设又不会谋杀的一条路。所以以后哦，在历史上应该记住我们今天的攻击，知道吗？当然，徐老师当然是一定是最伟大的，但是我们斥资，好了，给你一个话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来，我们应该你算是县议员嘛，哈。